大家早安，我是谢实摄影器材 Oliver， 好久不见。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方便的直播，那或者是你要随身录影非常方便的一个小道具，这个就是 PDesign 的 POV Kit。POV Kit 它其实之前呢有出过一整套的，就是含快拆夹做的。那因为后来它的这个快拆夹做呢，整体轻量化了大概 30%， 所以现在他就把它分开来，变成这样子，各买各的。那我现在呢，已经把它架在这一个背包上面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架设的时候非常的简单，它跟之前的那个 PDesign 的快夹系统是一样的，一样是阿卡 Switch 的这一个座。那一样是四个方向都可以进去，所以安装的时候呢，只要这样子轻轻的卡进去，就安装完成了。另外呢，最方便的是，如果你要调整角度的话，它的这一个转向头，让你可以轻易的调整各种方向，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它里面也附了一个这一个可以架设微单或者是手机夹的这一个小型快拆板。那我现在呢已经把它架在这个手机夹座上面了。已经把它架在这个手机夹座上面了。它的安装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只要把这一个螺丝松开来之后呢，拆掉，直接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安装上去了。非常的快速，非常的便利。那这一次呢，我们因为它 POV 这一个它已经独立出来了，那我们特别把它组成一个套组。那看大家是喜欢黑色的，或者是银色的，这个快拆夹座，都可以任意的搭配。好，那如果是跟其他的这种快夹式的比起来呢，优势在哪里？优势在说，如果我们这种快夹式的，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它很容易会因为位移的关系，导致你画面的晃动，会不稳定。那这种夹座呢，它可以非常的稳固，非常的牢靠，让你可以达到轻易的快速拍、随时录的这种功能。那这种的话它就是很容易会这样子一直晃动，造成你画面的不稳定，那没有办法使用这个画面。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因为这一个它直接这样子扣起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把它拆掉，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快拆，这样子把它放进去，只要压这一个钮就拿起来了。所以如果你要拍摄的时候，你就只要轻轻松松的压下去，拿起来，立刻就可以拍照，非常非常的快速，非常非常的便利。OK， 那我们现在这一个 POV 套组跟这个快夹呢，店内都已经有展示，也有销售了。那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有 GoPro， 或者是你有微单，你想要随时的拍摄，随时记录你的生活，都可以欢迎来谢实试用。谢谢大家。